切好的，那那两百株切好的，待会就直接拿下去就好了。谁戴我帽子？好，好了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选的，所以这一块是你们五年一体班要种的。二班，五年二班要负责种这一块哦。好嘞，那五年一班的小朋友们要种这一块，不要看它比较小块，它比较麻烦，因为它是种水稻。水稻的距离怎么样？我说采一步要种几颗？两颗，中间还要加一颗，对不对？再是三颗，采一步种三颗下去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不要忘记了。好，那我们小朋友就要准备下田了。Thank you.